首长事业线是哪一条线？首相的事业线分男左女右，也就是男性看左手，女性看右手。事业线在手掌心靠近手腕处，开始往中指下方延伸的那条线。事业线最早源自阴阳学名词，古人认为一个人的事业和生日有关系。古人认为盘古开天辟地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阳气就是阳清之气，阴阳二气混杂，从而化育了万物。万物中阴阳比较平均的，就演化成了人。至阳者化为神，阳气高于人者化为山神或灵兽，至阴者化为虚空，阴气稍重者化为草木。因此不同时间出生的人阳气不同，阳气不同，一个人的五行就会出现偏差，从而在手相上产生变化。而通过手纹上的事业线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运势差异。